提到日式和风蔬食料理，就不得不提景家。看到店名就知道，与之前介绍的景町一样，都是新桥集团所创办的日式蔬食餐厅。不过与景町不同的是，景家的特色是偏向下午茶、早午餐等轻食为主，主打清新美味的早午餐以及甜点。用餐环境充满了大自然的森林风格，给人一种放松且舒适、身在秘境的感觉。景家的餐点主要以早午餐、日式定食、甜点、各种手工面包为主，且都是无肉的餐点。餐点清爽又好拍，每次聚餐总是大鱼大肉，不妨试试看无负担且具有饱足感的日式蔬食风味料理，提供一种聚餐的另类选择。